收看晴晴厨房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甜品是 yogurt oat crunch 小甜品。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是水果，还有 yogurt， 还有 oat crunch， 是这种 oat crunch， 要打碎了哟。首先我们就要先放一些水果在最下面，放一些水果。 OK， 放好了后呢，就放这些 oat crunch 在上面。爸爸妈妈，我们一起来吃甜品咯，快来吧！